县长，师爷，上次见面都还是在上次，黄老爷的宅邸就像黄老爷的房子一样，甚至有点黄老爷的家的感觉。师爷的文采，简直是，属于是了，简直是。马某人这个某人，某人呢？自称某人就是为了某人，而且，马某人，从来不说而且。那你喜欢说什么呢？我喜欢说。我喜欢说的，你搁这搁这呢。精辟，县长看上什么了？随便看。你要说废话也得讲语法，搁这也得讲究个名正言顺才是。搁得好，我们说废话有两大方法，第一种相比第二种要更像第一种，第二种反而更像是第二种。还搁这儿 No, 搁这儿，外星人的语言，搁这儿 you know? 搁这儿，搁这儿，你要这么说，搁这儿还真是外星来的。咱们搁一杯吧。好，搁。来，搁老哥，太搁了，整个南国谁不知道，在南国整个南国都不知道。那知道往往是不知道的，那不知道的往往都是那些往往的，属于是了。要不是我知道，我还以为我知道呢。如果县长真的急着真的，我倒是有个好道士。哦，请哦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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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他妈还真哦啊。如果没看够啊，快点赞，点赞越多，搁这儿越快，真的。